엄지라! 昨天晚上握了你的手，手太凉了，戴上这个可以暖和一些。你的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是这个必须要戴上。不了，阿贝克拉拉姆日松给。处长，小羊不是说您是活菩萨？戴上它。 那句话，希望越大，希望越大。今年不会了，咱们一家三口还没在一起过过年呢。再说你奶奶身体不好，回来以后咱们一起回去看你奶奶。她叫李素君，是一名军医，常年在西藏工作。从我记事起到现在，即将军医大学要毕业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对我来说他很陌生，所以，我从来没有开口喊过他一声爸爸。离嘎拉哨所还有多远？首长，大概还有80多公里，看这路况，恐怕还得走3-4个小时才能到啊。再快点。好的，首长。 你爸还没来电话啊？喂，去怎么不接啊？喂，已经到了吧？不接啊，我跟你说。 这边边防哨所出了点事儿，我实在是赶不回来了。你这样，你跟楠楠好好说说，你们两个在家高高兴兴过个年吧。我跟你说，刚才楠楠在大门口等了你半天了，我都不知道该跟她怎么解释了。你跟女儿好好解释解释，啊。好吧，好吧，那你自己多保重吧。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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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拉开！走开！走开！不！
千金不，他没走。张建前三次的婚期都是因为张连长在边防执行巡逻任务给推迟了，今年张连长还是回不去，张建就自己跑过来了。这是张建第一次进藏，非常的兴奋，满山遍野的跑，想找些鲜花装扮自己的新房，结果产生强烈的急性高原病。要是我们每个连队都能配上一个全科医生就好了。宝贝儿，宝贝儿，你把门打开。楠楠，他为什么总是说话不算数？上小学的时候，他是回家过年的，我们从大年初一得到食物，他都没有回来。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大年二十七去看他，结果呢，大年二十九就被赶回来了。他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楠楠，你刚才电话上也听到了，他是去救人。你说他是医生，他能见死不救呢？对，就你伟大，所以他才敢那么欺负你。他不回来不是吗？我们找他去，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来。阿姨，楠楠姐，你们先歇一歇，有事叫我。哎，那个李素芝呢？啊，你快去忙吧，有事喊你。是啊。哎，干什么呢？给你爸留点面子，在他部下面前，李素芝，李素芝的，多不好。来，吸点氧，过来。Thank you.
不浪，阿扎，杨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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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熊所长，他们这是干什么？来感谢所长的。有句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今天我想再跟大家强调一次，所有来到我们这儿的干部战士都必须得到最好的救治，小病要当大病治，大病要当重病治，重病必须要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该用的药一定要用。最近我听到一些反映，我们这儿有些新来的同志不太懂规矩，一些新药好药舍不得给官兵用，这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的。今后我发现谁在随意停官兵的药，我就停他的职，千万不要拿我的话当放屁。是院长。院长，我们医治好的那十几个吹手豆的孩子今天要出院，他们说想见见你。走。我来一个组长上。组长看不上。我来看上。李院长，非常感谢医院免费救助这些孩子们，孩子们都想谢谢你。李院长，孩子们都想给你唱首歌。孩子们，医院里边是个需要安静的地方，等到将来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我们再唱好不好？好。回来了。嗯，见你爸了。见你了。他说什么了？没说什么。所长，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楠楠，楠楠。哟，淑琴，到了啊。你怎么回来了？不是有手术吗？家里这两位主官都到了，我得赶快先回来向你们报告一下。怎么样，姑娘，啊，难受不难受？啊，哎，高原康了没给他吃啊？哦哦，姑娘，这是我们研制出来抗高原反应的非常好的药，吃了以后能舒服很多。我没事儿，大首长。来来来来，赶快把它吃了啊！这可是你爸爸对你的关心啊！啊，来。没收到。姑娘，在高原上犯倔，可是要喘不上气了啊。首长，你是在关心我吗？好，我问问你，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发烧39度的时候你在哪儿？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在哪儿？家家户户都在团圆的时候你又在哪儿？还有我妈，你知不知道？奶奶，你这么些年都不在家，你知不知道同事和邻居都说妈妈被老公给甩了？知道关心我们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大院长，你这些年总是不愿意回家，是不是就是为了这满墙壁的荣誉，还有这的战士每天每日你让你开心你骄傲？
楠楠，我配不配做一个父亲，这件事情你有一定的发言权。这个事儿咱不说了。正好，过几天放大假，我们的流动医院要到下面去巡诊。既然来了，你又是学医的，爸爸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块下去看看，也许你会有些不同的感受。我凭什么跟你去？我不是你的兵，我不去。开不开口叫爸爸，咱们爷俩之间，你说了算。但这件事情，由不得你做主。就这么定了。跟车出发。赵辉，到。这是我的女儿李楠，第一次跟队出去，多关照她一下。放心吧，郭老师。走。30多年了，你看，这地图都快成你画的了。是啊，一晃都30年过去了。当初我们进藏的时候，都才像楠楠那么大。毛主席战士队的战地花，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真哪家。祖国要我手边掐，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舒琴，你怎么了？舒琴，喝点水压一压。谢谢李医生。幸福的，哎，你说这孩子不懂事儿吧？也不是。你说他懂事儿吧？他竟跟你耍小孩子脾气。哎，那天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停一下。你告诉他们，他病得很重，必须要马上救治才行。完了，困难的媳妇媳妇多，他那两三女儿就接护给。지금 안에 공주가 왜 뜸는 그래? 가래. 소라, 다소 정글 조사 아이즈다.
赵慧姐，他们这是干什么呢？点香草，是为去天国的人送行用的。都病成这样了，还不送医院，再沾点什么精啊？别废话了，抓紧时间，走着抢救。是。何桑，处长，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全力救活这个孩子。哎，要他们相信我们。是。罢了，俺这部队接不脱的，你俩俺这退走了，他们顶起回去。今天中俺这一进来的，罢了。俺这一进来的，罢了。小伙子，他得的什么病啊？肺结核，还好救过来了。我听说他们家有三个孩子都是这种病，所以你爸爸呀，他们决定连夜赶到他们家去。可是，这外面正下着雪呢，这样赶夜路很危险的。你爸爸他们常这样，就是怕那三个孩子像刚才这个小伙子一样的危险，所以必须马上赶过去看看。俺这不过弄得都弄得都好。啊，滚出去！我不说给我们拿。俺的心没在，俺死了。俺这抢救什么人来了？俺拖着，俺打到天气也对不起了。别这吊死他，吊死他！别这，得抢救什么人来了？打。翠丽。阿佳了。翠丽。阿姆啦，看俺这门口面看，我今天李素芝来着的。明白了，你等等，我进去看看。李明白了，你们进屋坐一坐，我去到底怎么回事问问。进屋吧，进屋。快点。哪里可以走了？先生，他们就。
卓玛。放心，卓玛，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西藏人都相信金珠妈咪，你可一定要治好我啊。卓玛的死不能怨你，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有限。你别难过，你看这些年来，你为2790多个群众免费做了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你救活过那么多人。阿加拉，多年以前，我没能救活你妹妹卓玛的命，确实很遗憾。但是现在的条件不一样了，我和我这些战友们一定会治好孩子们的病，请你再相信我们一次，好吗？你告诉他们，我们出去了，让他们赶快进屋子，别把几个孩子冻坏了。是。阿姆拉，阿姆拉，进来吧，阿姆拉。奶奶，天冷，快到车上待着去啊！要不然您也回车上吧，我陪陪你爸爸。快走去。人家不看就不看呗，真想不明白了，天底下还有医生求着病人看病的。赵慧姐，你说是不是？那要不再到头上等吧，啊？哎，是。啊，好的，好，知道了。首长，达林斯住持病情恶化，请我们马上赶过去。去把药箱拿来。是。
肝硬化，那麦高压上消化道出血，必须要马上手术才行。等到下周结果噻。我这里多盯着娘家的，怎么没脸？你这里，血肉都没那那太多些些，困觉了说我们能得病呢？ 奶，看着阿爸，恰菜阿个主人，俺就是把他们打钱了，滚脚给看见，看着点点给不能够的。阿妈，俺素要买，等到吃了团年日饭，恰菜姐看着偏着钱了，刚挨个最远的，是一个命都是一。哟哟哟，奶奶。 不吃配就没弄样子搞，不吃，你不吃，我不吃。呀，有病，有蛋，呀，有蛋了，呀，有蛋，呀，有蛋，快走。
干嘛还要再来一趟？自找苦受了。上前看，向前看，小心，立正。 你爸爸没救活卓玛这件事情，就像一根针扎在他的心上。从那以后，他就发誓，绝不让再在自己的手下多出一条亡魂。所以，我跟你爸爸在西藏期间，从来没见他休过一个节假日。那您就没有埋怨过他吗？怨过，但是当你看到…… 快进屋吧！快，快点！
能治好我的心吗？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두두쿠게조마레게시닥시에나스안돼줄라조매나제소든제두급단다리야맨주시두구아리계란돌을내시운난다明白了，我的孩子得的不是卓玛一样的害人病吧？他们得的都是肺结核，如果不及时治疗，拖久了会很麻烦。尤其是松江，她怀有身孕又伴有人高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哎呀，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都治好。啊！谢谢，谢谢。赵慧姐，你怎么了？痛经，老毛病了。痛成这样就别整理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不行，明天要去杨葛香巡诊，我必须把药准备好。那这样，你坐镇指挥，我来整理。我可是第三军医大的高材生，不会让你犯错误的。老板，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没哪儿不舒服吧？没什么，壮得像一头牛一样。那就好。明白了，这头牛你们牵走吧。阿佳了，这头牦牛你就好好养着吧。治疗结核病，国家是有政策的，一分钱都不用花。阿姆拉，拿着第一辆五零马的。俺这屋子一吃别面的个，头头大大了，谁是呢？那是叫车的。啊，哥真气，哥真气。走了，走了，走了。见呢。走，辛苦了。稍等一下，这就是困难的，我们在就是困难。楠楠，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药剂师呢？首长，请指示。这药品上面你不用藏文标明怎么使用，患者怎么吃呢？这是大事儿，回头必须在组织生活会上要认真检查。是。还有你，帮忙可以，不能帮倒忙，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要认真对待。赵慧姐，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被他训呢，我倒觉得挺爽快，只不过不好意思连累你了。没事，我跟首长巡警那么多年都习惯了。首长啊，发起火来就跟狮子一样，工作起来就像一头老黄牛，温柔起来啊就像一头小绵羊啊。
你要坚持吃药啊，好吗？好的，那行，这边有。娘，过年好，你多保重啊。娘，是我，宁儿，二花。刚跟你说话的是舒琴，啊，怎么样？你好吧？老毛病没有犯吧？你可千万当心啊！犯了毛病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啊。我好，我好，没事。这不是舒琴和楠楠都搁在一块儿嘞，啊。娘啊，这会儿二妹回去看你，你心里没不高兴吧？娘哎，这话一听就是亲娘说来的话。儿做再不好，娘也从来不埋怨俺一句。娘啊，你要保重啊！我正在给群众看病嘞，先不说了啊。哎，好，等着空了我回去看你啊。哎，娘，扎心得乐啊。好。毛病没了，毛病没了，毛病没了，毛病没了。我求求你，救救我阿妈！我阿妈快不行了，我求求你，毛病。没事吧？啊，我没事。嫩爸，孩子，不要这样。嫩爸，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应该受这个大礼。孩子很孝顺，你要好好的养病，要继续接受治疗，听得懂吗？红松，哎，这画像上的藏文字是你写上去的？不是，爷爷写的。啊，这几个藏文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共产党万岁！啊，爷爷以前是农奴，解放军来了，农奴翻了身，所以爷爷写了这个。格桑，
把医疗卡给我。彭措，哎，拿上这张卡，带上你阿妈到我们医院去看病，一分钱都不需要。真的，拿着吧。雪灾的时候啊，抗雪救灾的解放军送给他的，舍不得吃，给你了。小姑娘很喜欢你，要知道苹果这种东西在藏北草原可稀罕了。对呀，你看她都舍不得吃，都放皱了。看来恢复的不错，没什么不舒服吧？托将军的福，啊，一切都好。要是觉着不舒服，就让他们打电话给我，啊。让将军费心了。啊，不对了，你们这次下去还顺利吧？这次下去巡诊，总的来说还顺利，不过发现的情况都跟过去差不多，很多藏族群众啊，都和你一样患有肝病，这种病。拖久了会很麻烦，拖来拖去，最后能够有效救命的方法也只有一个，就是做全肝移植手术。可是这种手术在高原上是很危险的，这也是这些年我一直坚持不断探讨的一个课题，现在应该说是有些把握了。可现在问题是没有患者愿意来做这种手术。回头各乡里面动员一下，有没有愿意做这种手术的信众？谢谢。我们应该谢谢你呀，因为你们把心交给了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啊。这是达林寺最隆重的佛事礼仪。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样隆重的礼仪却是为一位将军和他带领的医疗小分队举行的。活佛说，你们医疗队之所以总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化险为夷，是因为你们做了太多的好事，菩萨在保佑你们。而父亲却说，我们共产党人也有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而是全国的人民群众。置身这样神圣庄严的氛围之中，我仿佛明白了这位受人尊敬的大活佛和父亲之间的某种神交。难受了吧？我是老激荡，看来是离开太久了。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
妈呀！卖不灵了，天不会再来了，卖不灵了。小妈，救救我的孩子吧！怎么了？宋家，救救我的宋家吧！快一点，老太婆，快一点！太难受了，你就别去了。我没事，林淑芝，你别忙，只有我是傅和大夫。妈，怎么着嘛，这些把我那字扔完了。顾兄，你也不好准备给我的这么东西。那么多老年，可见过来。八兄弟，恭喜啊！一下就得了两个外孙，保不齐明天就可以下地放羊子去了。恩人呐、啊，以前我们都错怪你们了，今天要是没有你们，我的宋家就没有命了。多亏了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阿嘉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好，谢谢。李妹妹了，哎，这两个孩子是你救的，你给他们取个名字吧。啊，对对对，取个名字吧。这么大的事儿，那我得好好想想。谢谢谢谢谢谢。在这美好的生命面前，你会发现，财富、荣誉、个人的安危，都是如此的渺小。只有生命才是最高的信仰。我曾经不懂父亲为什么这么留恋这块常年氧气稀薄的土地，现在看着这温馨的画面，我似乎有了答案。首长，前方山里肯定在下雪，再走下去的话可能会有危险。首长，那就到前面找个合适的地方就地宿营吧，等到明天天亮之后天气好些再走。是。有一些藏族群众来看咱们来了。好，去迎迎去。走。李队长，我们看你们来了。
谢谢，谢谢，来了，谢谢，佳喜得乐。这感觉不错，啊？什么？咱们这一家三口一起出来巡诊，还是头一回。张辉姐，今天晚上可真热闹，藏族群众都很热情，这次你算是赶上了。要不是前方下雪，车队是不会停止赶路的。啊。哎，你们平时休息时间都干些什么呀？工作都忙不完，节假日还得巡诊，哪有时间休息啊？尤其是首长，他的休息就是吸烟。是啊，这些年通过不断的下来巡诊，我发现这儿的群众得肝病的特别多。可是目前在整个西藏都没有开展肝移植的手术。我想试试。你说什么？肝移植手术在高原上做，风险可是太大了。这些年通过不断的动物实验，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我想，现在应该是鼓足勇气攻关的时候了。楠楠，你知道吗？我经常看到首长一个人在角落里看着你和你妈妈的照片，默默地抽烟。我们知道他也想家，可是他不能回去，因为他肩上的责任更重。楠楠，你怎么了？妈，进来。我自己睡太冷了，我要跟你们睡。来来来，快进来。哎呦，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发西班牙洋剑喽。我愿意，甭理他。来，躺下。Thank you.
看着父亲疲惫的面容，很心痛。那些渴望陪伴成长的岁月里，对你一次次的失望，是因为对你的不了解。对不起，爸爸。老李，你怎么了？猫出席地震时，最听当地慌。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牵过哪家。没休过假，这次啊做阑尾手术，坏事变好事，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嗯，今儿咱娘俩给他做点家乡菜，让他高兴高兴。我看最好再把他那个毛主席的头像给他搬过去，然后再给你们唱上一首你们年代那首歌。妈，你们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当地话。行了，就凭吧你。他的，他是谁呀？他不是你爸呀？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如果管他叫声爸呀，他不知道得多高兴。哎，有助于他身体恢复啊。我不叫。你们爷俩一样倔。李淑芝啊，今天是你女儿给你做的饭。哎，你们首长呢？首长出去了。喂，哎，你好。哦，好的，太好了，好的，马上转告首长。首长，刚才江白助士打来电话，说扎巴愿意做肝移植手术。好啊，那太好了。
们下车走吧。看病，可他就是不去。现在病重了，想起您来了，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您会带着病来看他。我和你阿爸是多年的朋友了，这个时候的想到我，我是一定要去的。回去吧，啊！哎，可是您才做完手术啊。没事儿，你爸结实。嗯。哎。翻了，俺们去拉开什么？老哥，我来看你了。傅三，你这是？我这做的是个小手术，不碍事的。为了看我，你连命都不要了。我这那辈子修来的福。老哥，你这么信任我，这是我的福分呐，啊！菩萨，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是不是治不了了？老哥，你这种病叫肝腹水，得慢慢的治，别着急。喂，什么？说钱啊？喂？喂？说钱？说话？说钱。再也要走了。老人家去世了。
不说我也知道，这次手术你压力很大，上上下下认识你的人都在为你担心呢，都不希望你做这次手术。手术成功了，皆大欢喜；如果失败了，你一生的荣誉就毁于一旦了。我们做什么事情，为什么都要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呢？医者仁心，我们首先要对得起的是自己的良心。扎巴像亲兄弟一样信任我，这是什么？这是藏族百姓对解放军的情谊。有些事情不做，永远都不会成功。这台手术我必须做。等待阎王爷来叫我，还不如保我的命交给你。你这个活菩萨，我放心。
进来。政委，没有 A、B 型血浆了。心率正常，肝脏有胆汁分泌。我踏着父亲的足迹也留在了西藏，这些年父亲在西藏默默的付出，使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医生该如何尊重生命，也读懂了父亲所有的担当，所以我也会像父亲一样，做一名老百姓生命中的守护神。你吧。